感觉挺好，因为现在我跟大象上升二就是一个房间，他无论是场内场外也提点我很多，就是整个球队是怎么样的，然后所以我觉得现在适应下来那个性格挺开心挺享受的很多，因为这个球队就是年纪也跟我差不多，所以沟通方面就没什么问题，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星期天休息也会一起去外面吃就是园区里面吃饭，所以我感觉挺好，期望是高强度的吧，因为就是我们刚回来放假休假以后刚回来，所以希望我们做得更加好去准备新的赛季吧，自己就更专心去准备下一个赛季，可能这状态下面可以再提醒快一点，希望我们第一个阶段就可以全部把比赛拿下来了。